日本男神山下智久九日迎来39岁生日，而他所拍的新戏《Blue Moment》暮色气象英雄，剧组也惊喜替他庆生，特别准备印有他头像的蛋糕，还有特制的山披雨伞。山下智久马上搞笑的腿软跪地，引起现场工作人员大笑，网友们也纷纷留言大赞男神与剧组的互动。而这也是山下智久继空中急诊英雄后，时隔7年再度披上救难队战袍，饰演一名气象学天才，将带领救难团队在第一线判断天气变化，拯救生命。此剧更被网友票选为2024年最想看第一集的春季日剧第一名，未演先轰动。祈るしかないんですか？奇跡は祈るもんじゃない、奇跡は準備するもんだ。